恐龙姐姐，明天是中秋节，所以我们在赏月。嗯，哦，难怪啊，今天的捏拱董奖，哇、哦，月亮好漂亮哎。哎，中秋节，中秋节，你们知道中秋节要吃什么吗？中秋节吃月饼，月饼。没错，中秋节要吃捏饼，月饼。而且啊，中秋节是在农历的8月15号，所以中秋节又称为半捏班。半捏班，嗯，厉害哦！想到了，你们看看，这是什么？柚子，柚子，我最喜欢吃柚子了。是啊，没错，半捏班的时候还有好吃的优味哦。对对对，优味优味。彤彤姐姐，我们赶快来吃吧。好啊，半夜班，半夜班，中秋节，半夜班的时候要吃什么呢？夜饼和油诶。嗯，聪明哦。半夜班的时候，晚上记得抬头看看天空，因为那时候的月亮又圆又大哦。对呀、啊，月拱董奖，月亮好漂亮。嗯，月拱，月拱，月亮，董奖，董奖，很漂亮。月拱董奖，月亮很漂亮。半夜班，中秋节，捏拱董奖，月亮好漂亮，这样你学会了吗？半夜班，中秋节，捏拱董奖，月亮好漂亮，学会了，好棒！那哈库拉拉，我们下次见哦，张磊哟。